啊！呢個客廳正。哦，呢個廳正啊，陳。孝親啊，幾孝順啊，你係咪先得？老母住地下，唔使行樓梯，咁沖涼咧上翻去啊！呢個係咩？有個老人家嘅板。以前啲日本人就比較慳錢啲嘅，咁啊沖咗一缸熱水啊，費事漏啲温度，保温，咁啊冚住塊板喺上邊。我沖完之後到你沖嚇，咁就可以再用啦嚇，好環保啦。唔係啊嘛，我條嘢飲過，又到你飲。咁佢哋浸之前係會沖個身先啊，洗乾淨條。咁嚇？洗乾淨條嘢，我洗乾淨條嘢俾你飲下，你制唔制啊？屌！係咪你啊？唔係啊嘛。呢個我哋今日睇咧就1000尺三房一億港紙600萬，屌行啦！哇我屌！你講話呢層樓咧，我都唔使睇其他嗰啲結構啦，淨係睇個表得，睇個表得㗎啦。我是小粉紅最討厭的人。哦，那我也是。那我們三個都有共通點的話，那我們就不買單。你老了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做个小粉红，然后在上海安居乐业。一个国家有没有利，就是你看的市容就知道。你奇怪哦，有一个地方就是不能逃脱的。